近日有网友偶遇林峰，他的状态令人担忧，发际线后移，秃顶十分明显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当天林峰身穿黑色上衣搭配休闲裤，他正在与好友聊天，人到中年的林峰身材并没有发福，状态还是维持得不错，能够看到林峰应该是素颜露面，戴了黑框眼镜，与一位中年女士合影时，对方搂着她的腰，而林峰则是挽手抱着她的肩膀，可见两人的关系不错，估计是非常好的朋友。其中有一张照片，林峰正在帮粉丝签名，低头时却意外暴露了头发稀少的事实，能够看到林峰头顶发峰非常宽，还能够看到头皮，但在电视里面林峰的头发却非常浓密，很显然录节目估计戴了假发片，而在私底下林峰估计没戴假发片，发际线后移明显，从前面看也没有多少头发。对此有网友调侃，这是要植发了吧，林峰的老爸也秃顶，这是遗传吧。不过也有人认为，林峰都已经40加了，就算秃顶也很正常，明显也是普通人，不能够逃脱岁月的痕迹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